我唔是安那会乱的人，人忍耐受很大，虽然你伫叫我爱忍耐，不过真正无法度忍耐，佮别人讲鸡样晒。我知你受真侪委屈，你甲心中吼无欢喜的代志拢讲出来，安尼心情才快活。无路用，虽然我逐个来找你，你拢会安慰我，我想来真清楚，到最后。 我只是家己伫欺骗家己。你是后悔啊？我不才受小你的囡仔心。想做我袂用反悔，当作我支持囡仔生落来，受了气中，为了安家。啊，不过，若是搁继续安尼落去，到最后，我顶多会失去志中，失去一切。你想了真济啦，你那是钻牛角尖呢。 我唔是钻牛角尖，若是安尼继续发展落去，佮较戆的人嘛看会出来。市中的心，即马已经我过何小丽因母仔惊遐。万一伊若若是说落来，何小丽伊唔肯离开，我是要安怎？你有甚物怕什么？把小丽赶走，安尼市中嘛袂答应。 我唔是爱伊走，我干那无希望志中佮伊哥哥定，所以我甲何小丽已经甲话讲啊真明，以后伊的代志我会出面处理，志中袂佮伊找伊。阿玲，我会当甲伊斗相共啥物无？伊去买伊，我今仔约伊出来，就是想要问你。 你是毋是会当代替我去照顾何小丽？你带这查某来创啥？要来相拍？我无遐尔脾气，我是请米奇曼姨来照顾。照顾我？无毋对，你一天到暗敲电话互志中。 你一面头前结可能，我无想过要忍受啊，所以我请米奇玛姨来照顾你。以后不管你有甚物代志，你拢会用找伊，伊会替你出面解决。对啦，你有甚物需要吼，我拢甲你发落，甲好势好势啦。讲几波，根本就是要来讲实话嘛。你若是无做甚物亏心事，都唔惊米奇玛姨。 留伫你的身躯边啊！较顺利真正遮尔好心，但免麻烦，搁加请一个人。你有直接，互我入去你翁家。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若无可能，咱无啥物话通好讲，请你出去。小丽，我是真心为你巴肚内囡仔好。你即马巴肚愈来愈大，会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。米奇妈伊若是留在遮，你得到真好的照顾。 对啦对啦，哎，我留了车吼，会用甲你洗碗啦、煮饭啦，哎，佫用甲你煲身体，啊，你也要去病院检查，我可能陪你去呢，哈。这代志免你做啦，你是想讲志中来陪你哦？我甲你讲，以后我袂佮有志中来你遮找你啊。志中袂听你的话，你若是佮逼我。 我放弃这个囡仔，我嘛要求志中做选择。到最后，你啥物都得袂到。你就是志中会选择你放弃我，甲囡仔。不信，你就试看卖。嘉玲姐，我甲囡仔生落来，嘛是为着你。你何必要做到这尔绝？ 我是为了要保护我的婚姻，若我真是你，你的手段绝对会比我更加强。小丽，这是扭转局面的办法，你大家拢真好啊。好，我得给你一个面子，要唔过，莫叫是讲我咧惊你。你去买伊，无一切就拜托你啊。 好。
你敢会晓讲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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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敢会晓讲
别生气啊！嘿，各位同仁，这位是林春花小姐，是我真信任的好朋友，嘛有真丰富的职场经验，在我真用这段时间吼，伊真是代理我的职务，希望大家会当像之前天花同款来给伊帮助，好不好？ 这段时间，希望大家好好配合林主任，嘛希望大家体谅我的身体无爽快，对大家造成的无方便。袂啦，彭主任，大家拢希望你好好调养身体，早一日快乐健康。多谢大家哈。春花，你甲大家讲几句话好不好？哎，伫我未来遮时阵，彭主任甲我讲。 讲在座每一位拢是餐饮业的尖兵啦，所以我才敢讲，敢来去吃下大碗，来接这个位，甲大家做伙来拍拼。啊，伫个彭主任无伫个这段时间吼，恁也免烦恼讲啊，咱的餐厅是毋是政策甲规矩有啥物无共款，一切拢甲过去共款，无啥物改变。恁尽量做恁家己的代志，好好做家己本分的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 啊，若我吼是来替大家处理问题啦。如果你有啥物代志，会用来找我参详。啊，若讲我毋捌的所在吼，我来请教彭主任，爱将代志处理完满，请大家放心。咱大家都来欢迎林主任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工客拢对林春华的反应真好。是啊。 自从伊上任了后，餐厅的生意随升了三成呢，人客拢讲伊真亲切，连员工也对伊真好咯。大嫂，你这个消息，我是对倒位听来的？我唔相信一个外行人吼，有法度经营餐厅。我听讲伊以前是一个真有名的婚礼策划，伊定定替人办婚宴。我想，伊对安那经营餐厅，应该真了解着啊。 要经营餐厅是一个真复杂的工课呢。我想你听到的风声，一定是对面交代落去的，叫内底的领班斗三工讲白贼，制作表面成绩。唔是安尼啦，我真正有去餐厅看，伊做了确实真有气色，而且大家拢对这个新来主任真好意哦。大嫂，伫咧骂面头前吼，你就莫阁一直中他人志气，袂出去威风啊。 妈，既然迄林春华硬要做，咱都予伊做啊。我看根本袂咱去管伊，到时伊若一双头烧，食到囝的时阵哦，伊自然哦就会明仔懵的随离开。家人讲的哦，嘛毋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迄林春华我有交手过，确实无简单，袂用甲看轻的。妈，那安尼你有啥物想法？ 一个原则啦，规个饭店是咱翁家的，餐厅部门哪有可能去交一个外人来做？妈，我了解你的意思啊，无毋对，搁较安怎讲，餐厅嘛是咱翁家的事业啊，咱应该趁回信买伫破病的时阵，甲餐厅业务吼，才等来家己做。 慧心，我回来啊！回来，辛苦吼、哦，没啦。安娜，身体有较好不？嘛是同款。哎，那安尼你也多休困啦。医生有交代，讲你也多休困吼，你肾脏出口迄个结石吼，较袂去脱掉，万不然脱掉发炎哦，就莫了。都几工真忝呢，起来行行咧。啊。
哎，要不我煮一羹物件给你吃。免啦，咱这里开讲就好啊。啊啊，春华，真多谢你跟我斗三工。听讲餐厅今嘛生意足好诶，你不但无给我落亏，阁给我真有面子哦。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报答你。哎，你早就报答吧。嗯，阮小孩迄个后生啊，是啥物人个六岁六幼啊？阁是你这个少年嘛？哪会你讲啦？拢怪我身体无好，阿贤阁无伫个，才会安尼麻烦你。家仔啊，你做甲真好，才袂互阮大姐哦找机会来徛空。你这里放心，我会替你甲餐厅吼顾好条。你是林主任吼？你好，我是阿贤的大嫂，我叫嘉玲啦。啊，我有订报，是要送给阮慧心阿姨吃。啊，嘉玲，来坐啊。啊，小雨来，阿姨。阿姨，你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有陈华甲我照顾，好做侪啊。林主任，多谢你呢。唔好安尼讲啦。我听细贤讲过你哦，伊儿女是真温柔，真捌代志，是一个真好的大嫂。那有影啦，做媳妇哦，就是爱戆戆做啊。人讲大家有嘴，媳妇无话。啊，安尼真是无简单哦。啊，哪讲你迄个地夫啊，讲落话来咸咸，迄实在哦，嘛无较好啦。阿姨最近身体不好，爱静养一段时间。阿姨爱拜托你哦，这餐厅方面，你爱甲春花到顺头看买一下，好不？阿姨，无问题啦，只要我做会到的部分，我一定尽量去做。阿姨信任你。嘉玲啊，其实本来一个餐厅的代志，我想要请教你啦。啊，不过今日要恁这大家甲地府啊，这面头前中间咧足歹做人的。所以过去就莫给你麻烦啦啦，袂啦，无遐尔严重啦。上个主要的是哦，你心情若是做了好，我伫咧阮大家面头前替你讲话，咪当较大声啊。哦，安尼我会当安心饲养啊。哎，来，太小了，你摸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谢。嘉玲啊，啊你布袋布置，早起对面搞啥是要创啥？我落订报，提叫胡先生去食。啊，你食饱先，等要给人骂去哦。我拜托你好无？咱即马已经是卖乌名在内底的人啊，你莫搁我替我找麻烦啊！你即马一尴尬，当伫何小丽遐，去你的办公室嘛找无人，拢无人陪我。我若是无去找胡先生阿姨。刚刚你啊，我留伫厝，干嘛小对看？你看，你看，你又搁来啊！啊，什么代志都牵去何小丽遐？大黑大嫂，恁哥伫咧为着狐狸精的代志要冤家哦？照顾你的代志。我嘛无想要管你的感情事啊！啊，不过我是替大嫂，唔敢替伊跑不平。只要你卖嫁过，我甲嘉玲一定有恩爱。敢是安尼？我拄条明明就听到大嫂讲伊真寂寞，而且你阁甲伊骂呢。大兄，你真捌讲过啊，你即世人上爱的人吼，就是大嫂。根本即句话已经放水啦。哼，你用心啦，无甲嘉玲一定做伙一世人。顶多是你甲建中，阮翁家顶顶下下三代拢无人离婚过。我看啊，你甲建中可能是头一对哦。我会把手背后紧等你看。嘉玲，来。我小等下等去。嘉玲。我无限制你行动，
你嘛唔免约束我的自由，我想要回去的时阵，自然会回去。 大兄一直安尼对待你，你阁无动作，感觉咱查某人哦，着一直啊点点受委屈。反正，不管安怎做，大拢袂满意。我着认命。袂用的啦，你安哦根本是鸵鸟心态。那一天我甲迄个狐狸精赶走，你敢会安心？妈着已经讲啊真明啊。 伊根本无想要伫遐压境，你哦，佮做一寡吃力不讨好的代志，无佮大家对你无满意。讲起来，你哦，莫负一点仔责任哦。大嫂，莫啦，阵佫任何代志顺安的，着当挽着红财神，善良的人哦，拢互人欺负。你哦，愈天性大兄，就是愈家己哦，煞对狐狸精迄边。 大嫂，我知影哦，你是一个真善良的人，咱并没拢是红家媳妇，袂要紧啦。你若是有任何代志做袂来，我替你做，心酸会了带遐狐狸猫。啊，是嘛啦？你是咧惊啥啦？啊，毋是爱你出面，嘛无你担责任吗？而且嘛，意思哦，就是爱把遐狐狸仔赶走。啊，毋过，伊即摆已经有心啊呢。大嫂。 你爱怎样哦？我做这的代志，我一定爱经过你的同意。我是尊重你，是阮大嫂，我才来跟你讲一声。你若想要继续冷战，袂要紧，我无意见。啊，不过我请你莫来破坏我的计划。妈。 丁阿，我搁伫咧外口冤家哦。无啊，我伫咧内底就听到恁大细声，志忠入来吼，搁面口面臭，啊，搁讲无？是志忠看到我去看护士阿姨，所以伫咧念我啦。你敢袂感觉你足半工的？妈，护士阿姨即马人去破病呢。你的大家吼，敢若一个啦。 假使哦，你若伫行唔着门，拢入去，我无话讲。伊也毋过，你敢袂感觉你安尼足超工的？我是爱安怎甲你教，你才会听。洪志忠，我好心替你阮妈，咱拄则是伫咧玩小丽的代志，你竟然拢无替我讲话。嘉玲啊，啊你搁戆神戆神，你咧想啥？ 是伫咧想讲以后我讲的话，你拢免听。妈，你伫叫我莫甲二房的人来往，啊，毋过志忠已经去找何小丽，你来拢无你念伊。妈，我敢讲毋对？你无讲毋对，也毋过即件代志，我系着场嘛足清楚，我无叫志忠去找迄何小丽，囡仔嘛是恁家己要挃的，啊，即个后果。 嘛是你刚刚无两个爱负责啊！我跟他同意囡仔入来，我并无同意志忠去找何小丽哥哥弟。好啊啦，嘉玲，莫阁讲啊啦。妈，志忠是你的后生，若是连你都无在着约束伊，刚刚告我借公信部，讲话伊的。嘉玲，嘉玲啊！ 嘉玲，即卖的心情哦，甲我当面共款。迄个时阵，恁爸爸甲对面迄个狐狸精作伙，我心肝内嘛足痛苦呢。即卖嘉玲遮尔有度量，伊阁甘愿要伫迄个囡仔，安尼是足难得的。你哦，毋通人在福中不知福。人嘉玲哦，想要甲囡仔留落来，叫你甲迄个何小丽哦当我清气，伊安尼做有啥物唔对？你为着迄个狐狸精，甲全家人拢冤家。
家己看卖你迄个面相，拢伫咧带衰，工作阁袂顺。哦，这拢是迄好人家第一名啦。妈，既然拢安尼讲啊，我袂当讲啥。唔免你讲啥啦，做好恁太太看较重要。过去吼是嘉玲一直替你讲话，我才吞忍的。今嘛连遐好性地的人都咧欺负，甲强要掠讲，无要听你。你家己哦，好好检讨一下。妈，什么就叫做我甲何小丽断无亲戚？我真正是无了解的。今嘛囡仔踮喺尾巴肚内底，敢讲你爱我将迄个囡仔尾巴肚内底拖出来是吗？你今嘛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要甲全家人作对，还是你总经理的威势了先，想要换人做看卖？连人的翁婿都做无好势，你有才调做人总经理哦？家己好好反省一下啦。哪来你迄亲生的后生见中呢？伊连一个翁拢袂晓做，你还是赶快让伊做到堂堂副总经理。苏妈，今仔个你点啊？你枸杞茶吼，先饮一下。你到底是摕什么物件给我吃？害我吃到一直老？是不是家玲的意思？表面上是咧照顾我，其实是咧伤害我，搞我倒来这囡仔。哎呦，你唔通人误会啦！啊，你也真是安尼，我出来看医生嘿。免啦，你都莫害我掠到你当变鬼变怪。你唔通误会啦！啊，我望就做，我甲指定拢同款，希望你甲这囡仔平平安安生落来。逐天当对前对后，你袂生哦？小丽，我是诚心诚意，真正要来甲你照顾的啦。那呢，你即摆去买水果，我想要食酸呀。你想要食酸呀？哈，我来去买哈。谢你哦，嘿。今年这种物件袂真哦。又阁是你，家里哦，我是代表阮大家来敬告你，你是绝对无可能离阮翁家的人，所以你唔免阁母遐有话袂出头啊。是啊，明明，你三番两次来找我呛声，你袂信哦？你是咧惊啥？原来你是咧惊我的囡仔，甲你抢财产咯？我是要给阮大嫂，讲话比唱话较好听。莫怪啊，恁大家互你骗甲戆戆说，真歹势啦！我唔是大家人，会用互你牵去行。除非之中无爱这囡仔，啊那无，恁翁家的人哦，无人会用逼我走啦。你莫袂记，啊，佮阮大家。伊若是坚持，阮大兄嘛唔敢出声啊。我是迄句话啦，你若是较巧，我会当替你争取一笔钱。若无到时吼，你予人赶出去，半死不脱。那呢，咱大家来搏看卖，看谁较厉害。好啊，一枚本哦，我连予你知影后悔两个字要哪写。放谢秘密迄只小狗母来乱吠，我俩应该出去。你唔头袂来哦？喂喂，你搁找谢秘密替你出去也是？家玲，我真感激你，会当接受我甲何小丽迄囡仔。你叫我莫甲何小丽做伙，我嘛答应你。是阿你搁找谢秘密去找到何小丽。你今日听何小丽当方面讲话，你来骂我？大嫂是安怎啦？大兄搁为了何小丽的狐狸精，你跟你大细声？明明，我问你，
是安怎你会去找何小丽？我替大嫂出气啊，袂用接。嘉玲，真正是你叫明明去找何小丽。我唔管你安怎想，只要你答应我的代志，会当做甲到，莫去找何小丽。伊巴肚内的囡仔，我会斗三共照顾，一直到伊平安，甲囡仔生落来为止。大嫂，我讲过几百遍啦，迄囡仔袂用得滴。那囡仔若留落来吼，何小丽甲大兄一定会得滴一世人啊。明明，我知你是好意，我真了解家己爱付出甚物款的代价。你一定会后悔啦，大兄。参像大嫂这么好的太太，你一世人无可能再找到第二个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，莫唔知报。阮翁仔某的代志，免你来管。总算回来啊！因为我想你啊。我伫咧生气，你搁有心情讲生笑？生气我的水某，你甲我讲，我替你报仇。我今日哦，代替大嫂去驾驶去狐狸精啦，想要叫伊离开大兄，结果迄个查某面皮有够厚的啦，赶都赶袂走。那是讲大兄的代志，啊！你无代志到什么劳累啦？哎，我安尼做，拢是为了要替你翁仔顾财产呢。那无我干啥做歹啦？而且啊，这是妈交代给我的任务，我无做干袂用得。啊，上衰的是哦，过去敌视着大兄啦。为滴嘞，你伫我大兄心内面，早都有条底啊，到头一届。红建中，我会做歹的，拢是为着你哦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徛在我这边，做伙把那只狐狸精赶走，知无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知影。啊，我即马想要先去啊。进去啊。我哩吧。我座位换掉了，我看你的餐厅哦，不要那么亏呀。哎，阿哥头前这道啊，这边嘛爱下哦。哦，哎，阿姨大盆的花啊，对对对，嘿嘿嘿嘿嘿。哦，中华，哎，开始真用心嘞。进前啊，我敢那注意菜色，那么注意餐厅的气氛。这花看落去哦，完全无同安尼。啊，着过去哦，我有办这婚礼的经验啦。啊，今摆上海着啊，规是甲餐厅业绩吼做起来，甲遐人随踢起来。吼，啊，若无我咧上过时，着来乱一个，是真烦咯。无法度啊，饭店是因开的。助理。我阿暂时甲谢主任来走开冤家啊！阿暂时气势讲歹做，我是有嘴讲到无烂，卡甲阿暂时留落来，都无两工，佫甲师傅赶走啊！阿明暗时一定要娶新妇，伊吩咐一定阿暂时收落菜，阿怎啊变啊？啊，迄个谢明明哦，佫是要找咱的麻烦啦，唔知经济时机，你先落去啦，叫阿红倒化落一个。一定有定到，
我会想办法。是。安尼对伊是有啥物好处啊？死搞鬼崩这样，妈也受到影响啊。啊，这个时阵，敢有可能把阿强仔叫倒倒来？这阿强仔个性，我真了解。这夏明明哦，是刁故意要把伊逼走的。我看要请伊回来，恐惊真困难啦。先莫着急啦。 我卡一下电话试看麦。喂，阿基先生，我是春华啦，啊，真久无看你，你好你好，我有一件代志吼，想要麻烦你啦，啊，就是家己世界饭店吼，明仔阿妈二长要娶新妇啦。 啊，那会知讲哦，这饭店的大细哦，临时事就较状况啦，我真需要你来甲我救火呢。啊，不要哟！啊，多谢嘞，我过来等饭店门口哦，铺红地毯迎接你。啊，多谢，感恩感恩，多谢多谢，安尼我等你哦。哦，明仔再过来嘛吼。好，明仔再跟我讲。 再见，谢谢。OK啊啦，啊，阿金仔哦，是这五星级饭店的主厨啦，哎，办过国宴呢，所以讲哦，一定哦，一定足欢喜，袂好闹开的啦。刚才有你呢，唔好咧讲啦，是拄好有熟识啊。喂，大姐，医生哦。 你真好啊，大姐，啊，唔较好无？嗯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真是的哦，安尼真好啊。有你斗三共战车，迄个谢明明哦，都唔敢想嚣摆啊。嗯，啊，大姐，你会记得替我甲阮问看哦。好，拜拜。医生。 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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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当时才出去的。到底在无去啊？他拄只，我讲大姐在讲电话，我无注意，那个秘密跑走啊！我伫阮东边才找拢找无伊。小花姨，你先莫紧张，大姐袂想我伫边边，咱分头去找，有消息随时打电话了，好。好，安尼就拜托你哦。千万唔通出什么意外。医生，医生，到底伫倒位啊？医生。 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紧出来！医生，你好，干妈找到，还快干妈的，干妈边边拢找无，成功。妈咪，搁找你搁较远的所在，边行吧，来，干妈找到吼，来，我们赶紧。 来等伊来等，干妈等来，哈，来哟，还没等哈，别乖，别乖。
家说。这是倒位啊 ，baby， 你敢知影咱到底倒？你哪不知哦？不要紧，妈咪昨天买好。再看麦。去年的这些剧院界的成员呢，现在像 Kenny Lofton 也已经不在剧院界活动了，而 David Bell 则是已经回到了剧院界的主场。郭小蜜，你看梁大姐吗？郭队好球。高铁牛，拜托 ，yes， 哈，我管地球出局了，哈哈，大姐失踪啊，你给我心明来看棒球。你大姐失踪哦，我有什么关系啦？那未放心就去报警啦。早就跟你讲过啊，把你送去小病院关起来上安全，偏偏不信，今麦着急哦，要找人啊。为什么？阮大姐是啥物意外？我看你宝贝囝嘛无可能平安啊！安尼嘛好啦，算小小报应。龙娘，恁家好抱歉，真紧张吼！这是谁人啊？差遐多，连江爷大姐都认袂出来。喂，出来，你找到未？你嘛还袂找到啊？我路这么大，大姐嘛找出来你好无？我继续找啊，大姐无一台车。应该在附近。要走，家己走就好。我带我的囡仔陪做伙人好。北边啊，有甚物时间差，你就知死啦。卖看啦，你找人要紧啦。真的哦，妈咪也袂记走风扇啊。baby， 你跟恁奶，我过那边，好，那边就给阿弟花。哎，谢谢你哦，妈咪给你包去。好，来。Okay.
掉了。别闭关，别闭关啊！别闭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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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告诉我还是你的 baby， 哎，他是 baby， 你先别怕啦 ，baby 好啊 ，baby 好啊，你哎，少别怕啦，他不用讲，我滴，你绝对不敢对伊安怎，伊笑恁两个嘛对伊笑，恁家让伊抱在南湖，万一刮到是谁要负责啊？阮大婶干嘛牺牲家己，嘛袂伤害着 baby， 你是在紧张啥？不是你的囝，你当然袂紧张。好啊，你先带医生去车顶。大姐，来等。我要去干妈因家。好啦，我你先抱 baby 去车顶等我。大姐，恁干妈呀？哎。乖。你要带伊去倒啊？唔免你管啊！会发生今仔日这种意外，拢是你伤过大意。若继续安尼落去，恁家早晚会互这小宝害死啦！唔准你个马医生！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卖创治？搁再爱你，接我是我。